首次出战的郭志刚大厨就陷入无油无盐危机。在没有盐的情况下，他要如何制作美味滩羊？放点黄油加进去，这直接马上就出来了，不然你这菜不新鲜了。再次参赛的外方大厨阿斯拉夫十分熟悉比赛规则，能否达成心愿赢得今天的比赛？太亏了，太亏了。对，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收看本集厨王争霸。欢迎大家来到厨王争霸。世界之所以美妙，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每个城市呢也都有别样的风景。但是美食和音乐的特性有点像，它是无国界的，所以追求美食和热爱美食人的脚步也是不停歇的。今天的两位大厨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追求和热爱美食的心是一样的。那今天的四个奖项，最佳厨师奖、最佳菜品创意奖、最受品牌青睐奖和最受媒体欢迎奖，在这个季度又将会花落谁家呢？18位中外主厨的厨艺较量分为9场积分战。统计中外双方主厨的得票最高者，进行厨王争霸的冠军争夺。总决赛以单场比赛得分最高者判定为本季厨王争霸最后的胜利者。欢迎大家回到厨王争霸。今天我们的比赛依旧选择在北京五矿君澜酒店内进行。那今天比赛的双方厨师，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新朋友。朋友是曾经在5年前参加过我们比赛的，来自北京 Al Safri 阿拉伯餐厅的主厨阿斯拉夫。那新朋友呢，是来自于宁夏朗泽餐厅的主厨郭志刚。这两位厨师啊，都非常擅长烹制羊肉，所以今天呢，这两位厨师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完全不同体验的味觉享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他们。外方主厨阿斯拉夫 Al Safri 阿拉伯餐厅总厨。中方主厨郭志刚，朗泽餐饮行政总厨。欢迎大家来到厨王争霸，本节目食材由北京五矿君澜酒店特别提供。接下来就是我们挑选食材的环节。那首先介绍一下对阵的双方厨师，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中方厨师是来自于宁夏朗泽餐饮的主厨郭志刚和他的团队，欢迎。谢谢，谢谢。外方厨师呢，是来自于北京 Al Safri 阿拉伯餐厅的主厨阿斯拉夫，欢迎。谢谢，谢谢。老朋友再见。哎，再见，再见。很高兴，很高兴。对，很久没见了，他的形象上，我们刚刚有一个照片的对比哈，还是有一些变化了，变得更帅了。谢谢。更瘦了也。那郭师傅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上有一个愉快的过程。好的。对，虽然是比赛，但是我们的比赛从来都说主要是厨艺交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今天呢，中餐对阵阿拉伯菜。其实今天因为我们的郭师傅是来自于宁夏，我们都知道宁夏做这个羊肉会特别的好，所以我们也知道阿拉伯在这个烹调羊肉上面也有自己一些特别棒的地方哈，都是羊肉对羊肉特别擅长的厨师，所以我相信他们的烹调技法以及一些展示上没准会找到一些共同点。那接下来就是面对我们的食材，今天的食材当然不仅仅只有羊肉啊，还有很多，非常的丰富。那郭师傅跟我们的阿斯拉夫大厨，你们两个人来共同选择一下，谁先挑选？3、2、1。所以我们的郭师傅首先挑选。好，来，郭师傅走。哇，首先拿走我们今天的重磅食材帝王蟹。我想外方可能要拿来做他们的产品，我就把这帝王蟹拿到我自己手里。好，一开始拿走鱿鱼和玉米，牛肉眼，昆拿鱼配蔬菜，菠萝、土豆、姜、西红柿，小洋葱配油桃、香蕉、黄瓜、酥皮、猕猴桃、胡萝卜。我看外方主厨他在犹豫，
所以我把几样比较好的原材料拿到自己手里面，这是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商量余地。口蘑配彩椒，核桃仁儿，盐，糖。I'm think for ingredient sweet, so this is important for me to think. 橄榄油，黄油，木瓜，杏仁儿，鸡蛋和白木耳。接下来最后一样，不管你们是用在菜里也好，还是在厨房里头小酌两杯也好，随意来，一人一瓶红酒。哎，干杯。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交换食材的环节了。规则就是首先给对方一样，然后从对方手中拿一样走。来，有请，鸡蛋，酥皮，酥皮换鸡蛋。I don't know this soupy, so I think this is tofu. This is second time for me competition. The first time they give me tofu, I'm scared from tofu right now. Even we do very well, start with tofu last time, but it smell horrible.因为酥皮这是一道甜点东西，但是牛肉在我这，他想做一个比较传统的西餐的话，他没有原材料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我选择把酥皮给他。接下来请你们交换位置，阿斯拉夫，你到他那里去拿一样，郭师傅，您去他那儿拿一样。好的。三、二、一，拿。盐换姜，今天呢没盐，因为每道菜盐为先嘛，让对方那个主厨拿走了，我心里面想了一下今天怎么办。不过呢幸亏有一瓶生抽，这对于我来说呢也是第一次这么大的挑战。接下来是我们两位主厨要同时面对一个主题，我们有三个难度，一星二星三星代表着不同的难度级别，那接下来两位要共同来选择一个主题，选哪个？你想选哪个？中间。中间的是吧？打开看一下，您拿。哈哈，导演已经知道他们会选中间的了，所以把最难的放在中间。今天我们选择的三星主题其实还比较好表现哈。鸟语花香这个成语呢是出自宋朝吕本中的紫薇安居。接下来就是我们本场食材挑选的最后一个环节了，我们两位主厨都带来了一样他们喜欢的食材，接下来要请他们呈现上来。阿斯拉夫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意大利面。意大利面粉，意大利面粉跟我们中国面粉不同的是，它因为它是杜兰小麦，它比较硬，质地比较硬，所以我们吃到的意大利面粉做的东西会比较的有嚼劲儿。郭师傅今天给我们带来一样什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宁夏特产的盐池滩羊肉。这个盐池滩羊呢，在中国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哈。我们都说宁夏的这个盐池滩羊特别好吃。我想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更想突出我们宁夏的产品特色。让自己呢在比赛当中呢更好的去完善自己做羊肉这个产品。现在所有的食材都已经尘埃落定了，他们将会用什么样的食材去迎战对方呢？接下来就慢慢等待揭晓，比赛正式开始。前菜比拼，中方选择帝王蟹搭配牛肉，取名百鸟朝凤在江南。如此让人期待的前菜到底能否克服无油无盐危机？可以了，可以了，不能再加了。那我说一下，这是表面没味啊。今日出阵的外方大厨已是第二次参赛，诚意满满，出品吞拿与沙拉，他又能否打动美食评委们的味蕾，拿下首轮胜利？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下节《厨王争霸》。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五矿君澜酒店的超级厨房，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投盘环节了，投盘环节我们的时间为45分钟，第一轮比赛开始。前菜环节，双方厨师团队需要在45分钟内完成29份菜品，倒计时现在开始。前菜比赛一打响，中方团队的队员们就四散开来，各自工作。
首先处理帝王蟹。我准备做个牛肉和帝王蟹搭配，它有沙拉、帝王蟹，还有牛肉。处理牛肉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为了加快前菜的出品速度，主厨只能先快速处理帝王蟹，并送入蒸箱蒸制。番茄我切不动了，要不我也得切，把量用到够了。加油！今日的外方主厨已经是第二次参加厨王争霸的比赛，所以看上去十分镇定。外方的女副厨处理鱿鱼，主厨则在一旁亲自处理前菜的主要食材吞拿鱼。师傅，这个拿去蒸了，蒸得软一点是吗？可以，我一会儿我要焖。OK， 明白了。费时的紫薯被外方放入蒸箱蒸制，副厨们开始处理其他食材。We make 菠菜 ，lemon， 黄瓜 ，and after we make the tuna。The seafood. This is the top for salad. 中方的副厨正在给小番茄进行造型处理，切掉一点尖部后立在盘中，而主厨则在平底锅中加热黄油，并放入百里香提味，最后将做好的酱料刷在小番茄的表面。这是一个烤番茄，就是中和一下牛肉口味，中和一下，有点可能有点太腻。将处理好的小番茄送进烤箱后，中方开始炒制口蘑和腌制牛肉。已经被切成丁的牛肉要如何调味是没有盐的中方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不拿了味淋了吧。围绕我们这个主题呢，制作我们菜品，所以我选择了牛肉跟蟹肉来搭配。味淋它是一种白酱油性质的调味品，我没有盐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味淋和酱油，不过呢，这也是对自己一个突破。在平底锅中倒入大量的橄榄油后，外方主厨小心翼翼地将一整块吞拿鱼放入锅中煎制，马不停蹄地将核桃仁切碎备用，并指导副厨如何处理菠菜。这个不要了，这个不要。对，不要杆。对。在今日外方的前菜制作中，青柠是最关键的食材之一。外方的一位副厨一直在手动榨取青柠汁。因为前菜属于开胃的菜，大家商量之后选择的是海鲜，然后用的是柠檬汁嘛，青柠汁还比较开胃，大家可能会相对来说喜欢一些。没有油的中方再次在平底锅里放入大量黄油，并先后放入小番茄和彩椒翻炒。而就在此时，主厨心心念念的帝王蟹终于蒸熟了。时间宝贵，中方即将开始拆蟹，但副厨坚持一定要找来专门处理海鲜的白色案板才能开始。拿个那个啥白色的，不要用，我要拿白色，等一会儿。来。拆蟹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为了更加合理地安排时间，中方只留主厨一人处理帝王蟹，副厨又再次在平底锅中放入黄油，大火煎制牛肉粒。可以了，不能再煎了。看我蔬菜汁表面没味儿啊。这中方已经基本上开始要出品了。王建全。厨王争霸海南特级人气主厨，特点善解人意。李莹，厨王争霸2016春节特级优秀主厨，特点健谈自信。陈正熙，厨王争霸意大利特级人气主厨，特点绅士优雅。三位返场厨王构成此次观察团，根据现场中外双方主厨们的表现随时发表意见。观察团只有品尝权，没有打分权。牛仔粒已经出来了，我担心这个牛仔粒啊上来了以后可能会比较老，担心的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它炒的有点过，你要考虑到你出餐的摆盘时间，对，然后你端到客人中间这个时间。外方主厨小心翼翼地将吞拿鱼翻面，
底部熟透的鱼肉已经开始变色，看上去十分诱人。其实它这个吞拿鱼有点，说实话有点浪费，就是煎的这个火候根本就不够，就是它那个油温不够，对，它煎出来那个颜色差着。而副厨们则正在一旁忙着切碎黑胡椒备用。来，二位可以了吗？可以。主厨的吞拿鱼刚刚煎熟出锅，副厨就紧接着开始煎制鱿鱼。看来外方今天的前菜是一场海鲜盛宴。这个一会儿，这个好了，知道吗？我们一会儿要。OK。好吧。OK。前菜比赛时间所剩不多，中方的蘑菇彩椒汤已经炖煮得十分入味，蟹肉也都拆卸完毕，正式进入到摆盘阶段。这擦了没？从那头啊，那边都擦了啊。对。首先在盘中放入黄油煎制的牛肉粒，再摆入清蒸的帝王蟹肉，搭配酸甜可口的烤番茄，中方的前菜会得到美食评委的喜欢吗？还有13分钟了，大姐，来抓紧。黄瓜切片，洋葱切碎，胡萝卜去皮，鱿鱼切丝，外方的厨房里全面开工，每位队员都在专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小一点啊。OK。外方的紫薯已经蒸熟，副厨准备将其打成紫薯泥备用。将洋葱和白葡萄酒、青柠汁混合在一起的酱汁也已经开始制作。只等主厨将吞拿鱼切片后，就可以正式摆盘。OK， 我来吧，你摆盘吧。OK。在盘中放入新鲜的菠菜沙拉垫底，再佐以细腻的紫薯泥，然后放入鱿鱼圈和吞拿鱼片，最后淋入青柠酱汁，并搭配核桃仁碎。外方的前菜还真是口感丰富。据说今天头盘的进展非常的快，第一轮的头盘给我们做什么？沙拉。一道什么沙拉？吞拿鱼的沙拉。Yes. 好。中方的摆盘工作进行到了收尾阶段，小心翼翼地将口感鲜美的蘑菇浓汤盛入盘中。中方的前菜百鸟朝凤赛江南基本完成。主要看到的是牛肉粒上面还有东西。这个是什么？蟹肉，帝王蟹肉。哦，帝王蟹的蟹肉，牛肉配帝王蟹蟹肉沙拉，吞拿鱼沙拉，看看大家会喜欢哪道呢？距离前菜比赛结束还有1分钟，外方最后在吞拿鱼沙拉上放入花瓣作为装饰后宣布出菜。外方出菜。伴随着外方的出菜，中方在进行了最后的检查整理后，也宣布准时出菜。中方出菜。厨王争霸美食评委分为专业美食评委、大众评委，历届参加厨王争霸的人气主厨组成的厨王团。专业美食评委在前菜、主菜、甜品三轮环节中，每票分值5分。24名大众美食评委在前菜、主菜、甜品三轮环节中，每票分值1分。厨王团只有品尝权，没有打分权。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各位美食评委不准弃权。欢迎各位大众评审来到我们厨王争霸的晚宴现场，欢迎各位。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品评环节。先给大家呈送的是一道吞拿鱼沙拉。第二道头盘，它有个非常美的名字，叫做“百鸟朝凤赛江南”。
品评完了之后，接下来是我们的打分环节。喜欢第一道吞拿鱼沙拉的，请在左边打上勾；喜欢第二道赛江南这道菜的，请在右边打上勾。大董老师每次只要这道菜一端上来，吃一口，基本上我觉得他心里就有数了，而且都是非常的客观哈。今天这两道菜品完以后，明显大董老师都不太满意。第一道菜呢，里边的紫薯是没有味道的，吞拿鱼呢，从整个煎的这个状态呢还是可以的。我要把这五分要给第一道菜了。好啊，那大董老师的这五分呢是投给了第一道吞拿鱼沙拉。好，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厨王团的意见。郑希，我跟大董老师选的是一样的，我会选这个金枪鱼的这个沙拉。首先第一呢，它的调味比较像一个前菜，还是有一些酸，有一些煎的这个嫩的部分。相比较而言的话，我觉得就是中方失误可能更多一点，因为它确实拿的是非常好的食材，就是它有这个帝王蟹。如果我的话，我会拿帝王蟹简单的哪怕做一个沙拉，但是它这个拿到的食材想法有点多，但是实现起来太复杂，时间也不够。我比较喜欢偏重于第一道菜吞拿鱼沙拉，它的颜色和口味比较清新，另外呢也是西餐的最基本的烹饪手法。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我们在座的各位大众评审的意见，看看更喜欢哪一道。我喜欢第二道百鸟朝凤赛江南，就光这个名字就会让我觉得很吸引人，因为一个沙拉然后居然起了一个这么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就那道菜端到我面前的时候，那个菜品结构是很有层次感的，然后就我闻了一下那个味道是很香的。我比较喜欢第二道，因为那个我觉得前菜的作用更多的是开胃，然后给接下来的菜做一些更好的铺垫。第一道呢，我觉得有点过腥，让我有一些没有胃口。我喜欢吞拿鱼沙拉，这道菜的出品色彩搭配的非常亮丽，口味层次也非常的清楚。听过我们专家评委还有我们大众评审的意见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宣读第一轮头盘两位厨师的得分了。第一道头盘，吞拿鱼沙拉，外方得分17分；百鸟朝凤赛江南，中方得分12分。恭喜我们的外方大厨暂时领先。那么5分的差距，他可以将这5分的优势保持到主菜环节吗？今天我们两位厨师都带来了各自喜爱的一种食材，用在他们的菜品当中，他们会怎样运用呢？非常期待进入主菜比拼。主菜环节，暂时落后的中方团队并不气馁，拿出宁夏滩羊迎战，是要赢取主菜胜利。放点黄油加进去，这直接马上就出来了，不然你这菜费时间了。而擅长中东菜系的外方主厨同样选择用羊肉应战。你不要太考虑中国评委的接受度。究竟哪种口味的羊肉更能得到美食评委们的青睐？给个抹布，再给个抹布。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下节厨王争霸。那么接下来主菜环节120分钟，时间非常的充裕，怎么样可以带给我们的食客们鸟语花香般的意境？靠两位去好好的琢磨一下。好，主菜环节120分钟，比赛正式开始。主菜环节，双方厨师团队需要在120分钟内完成29份菜品，倒计时现在开始。中方在前菜的比拼中暂时落后，但他们对主菜的制作可是信心满满，手握宁夏滩羊是他们最大的砝码。是选用宁夏羊肉，也符合我们今天主题。中方将小洋葱切碎备用，此时的羊排也已经在锅中焯出血水，另一位女副厨正在认真地清洗即将用到的重要青菜枸杞苗。他们的枸杞苗洗好了，这洗真的蛮好。枸杞苗和羊肉呢都是宁夏的特产，所以今天我用这两种食材的搭配更想突出了我们宁夏产品的特色。羊肉生肉。外方应对主菜比拼的策略，首先是合理分配工作，让每位队员都明确自己的任务。很快队员们便四散开来，
有的将洋葱切末，有的处理木瓜，而主厨的任务则是亲自料理羊肉馅。We make an arable 菜，我们做烤肉，现在我们放烤箱，这个 pizza。为了保证菜品的口感，外方将黑胡椒颗粒打碎备用，而主厨不但要忙着切碎菠菜，还要和副厨们确认各种烹饪的细节问题。啊，一会儿猪切块，这块还有不要多水，知道吗？别塞了。好的。啊，不要水。OK OK。还有放橄榄油啊。橄榄油不会少。OK。对。中方的副厨快速地将口蘑切片后，又开始忙着处理菠萝，主厨则是一心一意地观察着锅中羊排的情况。此时清洗干净的枸杞苗也要下锅焯制了。枸杞苗呢，它有清火明目的这种中草药，再加上饮食的原材料，一般情况下是拌凉菜，因为这个枸杞苗的氧化程度非常高，也就是说你采摘下来最多放1到2天，所以我们先用穿的方法加工完成以后呢，再用拌的方法，用这样的烹饪手法呢，去把这个原材料呈现给大家。中方厨房一切进展顺利，主厨将焯出血沫的羊排捞出，放入高压锅中，倒入纯净水，中方的羊排正式开始压制。大家都看一下啊，把各自手头活都干完，干完以后就开始准备工作。哦，在加入了菠菜和洋葱的羊肉馅中，倒入橄榄油。到吗？嗯，好了。外方主厨正式开始为他的主菜进行味道的调制。你看，给我一个碗放水，盛水是吧？放水。拌好了羊肉馅，外方主厨开始制作羊肉丸。用这样的做法对阵宁夏滩羊的新鲜羊排，这样的策略会有多少胜算呢？你看，真的是个丸子，好像。这怎么做丸子？嗯，你小看它这个丸子，它这个丸子如果做好的话，其实不亚于它那边的。你看，刚好，对吧？因为这个第一，它没得选择的情况下，只要它把这个丸子如果做得惊艳的话，有些时候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因为它没有选择，我只能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中方团队的一位副厨从主菜开场就一直负责切配的工作。伴随着水果切配的结束，他的任务终于宣布大功告成。主厨将各种切片的配料混合后铺到烤盘中备用，而就在此时，中方副厨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捞不出来吗？不是，太干了，炸不开那边。加水。加水它就不成团了，大哥。加水，别管加。我们有啥油？我有黄油，咱们这有黄油加黄油，黄油它也是块儿的啊，化开加进去，化点黄油加进去，这直接马上就出来了，不然你这菜费时间了。张大师好，你好，你们今天要做啥？我们今天是特意从宁夏带来的滩羊肉。怎么做？做我们改变了传统的方法，先煮出来以后呢，然后再经过烤制。那就建议你啊，就煮的这个过程中味道要浓郁。好的。在外方的厨房里，副厨们正在热火朝天的全面开工，西葫芦切块，木瓜切丁，胡萝卜切碎，玉米切粒，主厨将这些处理好的食材大火炒制，以求逼出食物的独特味道。外方的羊肉丸终于全部制作完成，即将送入烤箱烤制，主厨开始忙着熬煮菠菜汁，将打制另一种蔬菜酱汁的工作交给了他的得力助手。这个一会儿我会重新收，然后过滤，它会和那个绿色的菠菜汁同样弄上两个颜色的酱汁，它会体现咱们今天的那个主题鸟语花香吧，搭配咱们那个阿拉伯师傅做的那个羊肉丸，它的口感会很好的。在接受了大董老师的建议后，中方的羊排也终于出锅了。好的。为了让美食评委们能够更加方便的食用，贴心的主厨将羊肉中多余的骨头剔除。哦，小心啊，站着啊。
中方的副厨正在将另一种宁夏特色食材枸杞对半切开，这样的处理方法和鲜花一样，都将用于装饰。主食材羊排也被陆续地摆放在铺满了蔬菜垫底的烤盘中。烤多长时间？你不用管，你把温度升上来就行了。好。Hello， 谁 ？Hello， 大头好。哎，你好，你好。主菜要做什么呀？他已经熬好了。温州，温州卡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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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阿拉伯菜。阿拉伯菜。嗯，羊肉。羊肉。羊肉馅怎么做？卡巴。我放菠菜，但菠菜没有那个味道。我觉得羊肉馅一定要做鲜。就是要做嫩，吃老一老了就完蛋了。嗯，二叔，其实刚才我跟大董老师在交流的时候啊，包括评委们，我们其实很想尝到纯正的阿拉伯风味的菜品。哎，就是你，你不要太考虑中国评委的接受度，你就做你最熟悉的菜。我知道，阿拉伯口味重，重，对，没关系。我们吃点，对。好，听听大董老师的建议啊。外方的主菜中，能食用的食材远没有中方丰富，现在就等羊肉丸烤好出锅，就可以开始摆盘。所以队员们抓紧最后的时间，熬制两种不同口味的酱汁。水要够吗？我再给你接一壶。不要不要不要，够了。距离主菜比赛结束还有半个小时，中方的羊排。终于送入烤箱烤制，主厨寸步不离地守在烤箱前，随时查看，而副厨们早已开始忙着摆盘，将深绿色的半枸杞苗和橙红色的鲜枸杞搭配在一起。底了，再有点大，再少一点，点上吧。经过了短暂的烤制后，主厨将羊排取出后刷上一层蜂蜜，为的是表面上色，涂抹均匀后。羊肉再次送入烤箱进行二次烤制。有些女士吃羊肉呢，可能觉得羊肉有腥膻味，我先压制，压制完了以后呢，再烤进行烤制，更能符合我们现在进餐的这种要求。第一次烤制的过程当中呢，这是先把上面的油脂啊去除，第二遍烤制的时候呢，是先上色，第三次烤制的时候呢，才能达到我想要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流逝，外方的主菜摆盘也正式开始。首先是将混合了各种蔬菜和水果的橙色酱汁打底，然后在中间放入两粒浸心烤制的羊肉丸，搭配几滴绿色的菠菜酱汁，既丰富了口感，又在装饰上点亮了摆盘。好，你点缀，你弄那个擦盘子。外方团队最后在盘中放入花草点缀，宣布主菜沙漠之花正式出菜。外方出菜。距离主菜比赛结束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中方的配饰摆盘基本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一切只等羊排的烤制完成就可摆盘出菜。在剩了八分钟的时候，还在烤羊肋条，我是有点着急担心了。但是呢，我知道啊，都是他一个人在看着烤箱，调整着温度，掌握着火候和时间，啊，所以想他心里一定是有数的。好了，可以了，再给个抹布，再给个抹布，臭酒抹布，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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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上去。中方的羊排终于烤制完成，副厨们用最快的速度将羊排放到早就挤好的土豆泥上。看时间，看时间。三分钟，最后两分钟，中方的主菜雄浑贺兰美名羊正式出菜。东方走菜，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主菜环节的品评。今天的两位厨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精彩的菜品呢？首先品尝到的这道菜的名字叫做沙漠之花。
菜单叫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味道。那么这道菜品呢，它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做雄浑贺兰美名扬。接下来我们请在座的各位大众评审给他们打分。第一道菜，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在左边打上勾；如果喜欢第二道菜的话，请在右边打上勾。好，接下来请各位评委投票。大东老师，说说您的看法。这个肉丸子呢，能够在这个叫缺东少西的这个情况下，因为他这个中餐这个厨师啊，把人家这个调料全都拿跑了。去了这个厨房以后，那个哥们儿满脸的这个无奈、愁容，我觉得都有点要放弃的。是有放弃的意思。但是刚才一吃呢，我觉得啊，叫让我很高兴，是吧？因为他这个从技法上来讲啊，他这个达到了就是我们中餐。或者中国人说吃丸子那个鲜度，而且香度也够，还是从这个烹饪技法上，它让我觉得做的是成熟的。对，从厨艺角度上，我今天就把这分给这个朱东厨师了。好，所以董老师的这五分是给了第一道菜，沙漠之花。沙漠之花。对。好，行，听完董老师的意见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厨王团三位厨师的意见。会毫不犹豫地把我的票投给外方选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的不管是他的调味儿，而且是在食材匮乏的情况下，能够做出可以跟滩羊并肩比拼的这种菜肴，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跟大龙老师想法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的烹饪技巧上、难度上，他确实是很厉害的。对，听一下李宁跟建全的意见，看看有什么不同的预测结果没有。经过这个慎重的考量之后的话，我会留给第二道菜。最起码就是这道菜从出品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主菜，是一点问题没有的。我还是觉得第二道菜要比第一道菜呢还要好一点，从它的结构上，包括菜的分量上，以及到它的口味上，对吧？最终我的心还是偏向第二道菜。我比较喜欢第二道菜，色香味都有啊，那尝起来也是，它会有甜甜的脆香的味道。我喜欢是二号那个菜呢，恰巧利用了蜂蜜烤制，肥瘦正好相间，那吃出来肥而不腻。我比较喜欢第二道雄浑贺兰美名扬，因为我觉得它整体主题贴合的非常密切。首先羊排烤的非常的鲜嫩。我更喜欢第二道雄浑贺兰美名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第二道的它的做法，有点像日餐的做法，也有点照烧的感觉。接下来主菜谁会获胜呢？沙漠之花外方得分12分，雄浑贺兰美名扬中方得分17分。这样的话，前两轮综合在一起，目前为止中外双方打平。祝贺两位厨师。打平的情况下，甜品环节都要从头开始。在零起点的基础上，我们的中外双方大厨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呢？接下来进入甜品大战。两轮比赛过后，中外双方虽各有胜负，但比分相同。今日胜负的关键取决于甜品的输赢。甜品环节，中外双方主厨都信心满满。中式蒸蛋正面比拼阿拉伯风味布丁。究竟谁能赢得最终胜利？太贵了，太贵了，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下节《厨王争霸》。好，到我们的最后一轮比赛了，那就是甜品环节。最重要的是60分钟由主厨独立完成，所以这对他们将会是一个大大的考验。希望他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发挥。甜品大战开始。甜品环节，双方主厨一定要小心了。不仅需要在60分钟内完成29份菜品，
并且主厨只能独立完成，助手不能帮忙。倒计时现在开始。经过两轮的比拼，现在中外双方分数相同，所以中方主厨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甜品的超常发挥。首先开始处理鸡蛋，这个是蛋清和水先蒸，然后呢杏仁露是在上面，吃起来第一层口感细腻，然后呢蛋清吃出来的另外一种风味的一个甜品。甜品比赛已经过去十分钟，中方终于处理完鸡蛋。主厨为了让蒸蛋的口感更加顺滑，将蛋清用力打散后倒入容器中过滤。蛋清新鲜，蛋清新鲜，你应该再拿这么一个盆儿，是吧？外方今日出品的是地道的阿拉伯风味，主厨首先将意大利面粉和普通面粉混合，然后加入糖和油酥，用手稍加揉搓后，又加入牛奶稀释搅拌。chef 现在加的这个是他从老家带的那种玫瑰油，他增加到他的甜品里头，很有口感。主厨将揉好的面团放入烤盘中压平，以此方便在后续的烤制中均匀受热。烤现在预热出来吗？还有40分钟是吗 ？OK， 好。中方对蛋清的过滤十分仔细，主厨单单在这个步骤上就花费了20分钟的时间，终于在甜品比赛即将过半的时候，将蛋清装入盘中。20、24、28、30、31、32、33、34、35，够了。甜品比赛时间过半，主厨用锡纸将每一碗蛋清都仔细地封好，随后将它们送入蒸箱蒸制。过滤的作用就是让蒸出来的蛋清更嫩滑，锡纸的保温效果和传递的效果它是一致的。今天呢花费时间多一点，就在这两工序上。外方的面团还在发酵，主厨忙着做起了第二种口味的甜品布丁。他将大量的牛奶和白糖混合在一起后，放入藏红花，点入玫瑰水，这样做一切都是为了贴合鸟语花香的主题。用一个小时制作两种类型的甜品，这是外方主厨在时间上突破自我的勇气。将发酵好的面团送入烤箱后，又将制作好的布丁液体放到火上炖煮，用特殊的方式开始抽打混合了糖和牛奶的淀粉水。Actually, in our culture is one kind of dessert plus pudding, so I mix together. 外方的甜品制作方法复杂，为了让美食评委们能够体验到不同层次的口感，糖浆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应该是糖浆之类的。对，它应该是放在那个布丁上面的。这个。对。放在底下的，垫底的。这个我们放，这个烤箱东西，这个是。啊。我们喜欢吃甜，很甜。对。趁着鸡蛋清蒸制的间隙，中方主厨开始了下一项工作，调配酱汁，杏仁和蜂蜜是关键所在。好 ，Hello，Hello， 罗师傅，甜品环节之前您是怎么想的？我本来打算做那个慕斯。哦，现在改成什么了？现在改成这个杏仁冻蛋白。杏仁冻蛋白，刚才我们有厨师猜您要做姜汁撞奶。不是啊。啊。我做另外一种杏仁冻蛋白。哎，这挺好的，因为他们的甜品肯定会比我们的要甜。对。哎，我觉得口感上没准还是一个互相的补充。对。很关键啊！加油！中方将过滤后的液体倒入锅中炖煮，奶白色在锅中呈现，这让主厨十分的满意。甜品呢，我觉得应该在85分左右。一个蛋清和杏仁组合，两种口味，一个糯，一个粘稠。外方的饼干坯终于烤制完成，主厨将其静置冷却备用，然后继续忙着搅拌固定。怎么样？现在有没有精神好一点 ？OK。Yes. 告诉我们这一轮你的甜品。This is a milk pudding。你要做一个牛奶布丁。对。你有？还有别的东西一起。那么接下来这个锅里头是？一个糖水。
糖水。我跟你说，我们喜欢很甜，是不是？对，我也喜欢很甜。你看，你看，你看，这个是什么？这是甜的。哦，你的那个 Selena 用在这里了。对对对对。烤了一下吗？对，烤了一下，然后加了中国面粉、牛奶。是。还有玫瑰水。还有玫瑰水，浇上这个糖水，糖水里加了藏红花。对对对。然后配上它的牛奶布丁，我就知道你的惊喜会在甜品里。嗯，对，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为了能够让布丁液体凝固，主厨将淀粉水倒入锅中，然后充分搅拌。在其变得浓稠后，直接装入盘中。那咱们可以看到里边都有很多藏红花呀，还有那个，因为我站得比较近啊，可以闻到那个玫瑰水的味道和藏红花，它浓缩出来的味道特别香的。距离甜品比赛结束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中方的蛋清终于蒸好。主厨快速取出后，擦干净盘壁，盛放酱汁。那个汁剩点，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呢。对，有多少？你悠着点，后面还有呢。雪白色的蒸蛋搭配雪白色的酱汁，从整体的颜色搭配上十分清新素雅。但这样的摆盘会不会有点过于单调了呢 ？OK， 不放那个啥叶了，什么叶呢？不放，放上吧。其实这个纤维蛋白也是在江浙奶发展起来的。对，它只是改良了一下，但是最基本的两个都离不开鸡蛋和牛奶。这里面可能放了更多。他之前想做一个慕斯，后来别人把鸡蛋给他了，他改主意了。我觉得改的对，还好他没有做慕斯。对，他做不过人家的做慕斯。对。外方将处理成圆形的饼干坯放在布丁上方，两种风味的甜品终于在盘中相见。我放这个是，我工作很甜，这个不甜，如果客人吃，味道融合一点。对。今天为了让这道甜品的风味更加特别，外方主厨使用上了他的秘密武器——藏红花。这个放进去口感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The gold， 太亏，太亏了，太亏了，对。甜品比赛马上结束，外方主厨在进行了最后的整理检查后，宣布甜品“鸡色甜心”出菜。外方出菜。伴随着外方的出菜，中方最后在盘中放入一片绿叶点缀后，宣布甜品。花好月圆春常在，出彩。中方出彩。接下来是我们品评的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甜品的品评。前两轮中外双方大厨暂时打平，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甜品会让他们分出胜负吗？首先我们品尝到的甜品名字叫做金色甜心。是本场比赛最后一道甜品，今天我们两位厨师比的是鸟语花香。这道菜的名字很应景，花好月圆春常在。接下来请各位评审打分，喜欢第一道金色甜心的在左边打上勾，喜欢第二道花好月圆春常在的在右边打上勾。来，请各位评分。好，两道甜品都品尝完毕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大董老师的意见。第一个呢，这个中东这个厨师啊，从技巧上来我觉得也是可以，是吧？打出了一个粘稠、深拉的这个牛奶布丁，然后上边呢是一个这个意大利和中国的面粉做的这样的一个饼干。中餐的这个厨师呢，我觉得他这个是从创意角度啊是不错，还是要说这个分打分，您反正有五分啊。分这五分今儿是一块用的还是拆开用？如果要是拆开用，我觉得那个也可以，那我就。
把三分给他，给把两分我给那个中东的厨师。好，所以今天大董老师的这五分呢，也是给他分开来用了，三分给了我们的第二道甜品，两分给了第一道甜品。好，听完大董老师的意见，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三位专业厨师，听听他们的预测。第二个虽然说他的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在呈现方式上，蛋白的腥味没有去掉，然后包括它的凝固程度也不是特别好。我一定要选这个花好月圆春常在，我觉得真的值得鼓励，哪怕他输了，我也愿意支持他一次。我喜欢好月圆春常在，当一道菜一个颜色啊能出来两个层次，两个味道，对于制作者来说它也有一定的困难。我对花好月圆春常在的看法呢，就是这是一道我们选手能够突破自我、很有创新的一道菜品，也是给人一种非常惊奇的一种感觉。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两队厨师团队闪亮登场，谢谢他们辛苦啦。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最后的得分，头盘百鸟朝凤赛江南，出品中方，得分12分，吞拿鱼沙拉，出品外方，得分17分。那今天呢，主菜环节的得分17，对，12。所以前两关是什么结果？打拼。打平了。所以前两关我们两位厨师打平，甜品环节从零开始，这是一个很难比的结局。两位厨师今天的表现都很好，谁会是今晚的获胜者呢？就看最后一轮甜品的分数。好，接下来我们就请一位神秘嘉宾教我们做一道菜，学会这道菜之后再给您揭晓答案。大家好，这里是卡萨蒂美食美课，我是今天的卡萨蒂美食家厨房的主厨，料理老中医。今天呢，我教大家来做一道我和我的家人逢年过节必吃的一道大菜，锦红有余。我现在从冰箱里取出我的主材料。鱼身下面垫一块抹布或者是垫一块厨房湿纸，可以防止它鱼身来回滑。然后用刀的后侧将鱼头剁下。今天的锦红有鱼就是松鼠桂鱼，然后大家其实都有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叫它松鼠桂鱼，哪里像松鼠？其实就是鱼的下颚，这就是一个松鼠头。将鱼肉剔下来，不要切断它。好了，基本就已经片完了。腌制鱼肉特别简单，只需要用蛋清和盐。下面呢，我要先调一下酱汁，番茄酱大概110克左右，料酒是10毫升，然后是绵白糖，白醋40克，大概加入300毫升的水。然后呢，我今天先熬酱汁。我一般熬酱汁的时候呢，或者是热奶呀，都用中间的这个炉灶。它跟普通的灶眼相比呢，就是小火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孔圈。这个呢，一般小火就是一个小的孔圈。我们保持长期小火的时候，受热的范围会更加的均匀，不会说只有中间开了，然后两边还没有开。这样豁楞豁楞，让它均匀一点下锅。这样要不断的搅拌，让它受热均匀。一般呢，像我用这种普通的灶台来熬制酱汁的话，它基本上是中间先开始开，它的受热就不是那么均匀。像刚才这种，就基本上所有的受热面就特别的面面俱到。想要把油炸菜做好呢，油一定要舍得，就是宽油。一般油炸呢，我都会用左侧的灶，最左边这个灶呢，
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可以监测到你的油温。到230度的时候呢，它就会关火关气。在烧油期间，我们不用去管它的油温，我们可以去游刃有余的在厨房里面做些其他的事儿。我一般都会用红薯淀粉来做，因为红薯淀粉比其他的淀粉呢会更酥脆一些。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不好粉的，下锅先这样下去。哎，你看刚才我说这个灶再到230度的时候它就会断火断气，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觉得它很有用？它可以时刻帮你监测，因为我们一般家里不会自己给自己常备一个温度计啊这种的，就可以起锅了。这是第一遍炸，我们还需要复炸一遍。其实它表面已经开始变硬了，捞一捞里面的杂质，然后我们开始升高油温。下进去的时候也不要拎着鱼尾巴啊，一定要轻轻地把它滑进去。好了，哎，今天这道锦红鱿鱼您学会了吗？这里是厨王争霸卡萨蒂美食美课，如果你对这道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卡萨蒂美食家厨房料理老中医的美食视频，说不定下一个站在这里的就是你。中方甜品，花好月圆春常在，得分13分，金色甜心得分16分，所以今天获胜的是我们的外方大厨阿斯拉夫大厨和他的团队。恭喜你们！谢谢，这也是郭师傅已经很棒了，谢谢，真的很棒了，谢谢，谢谢我们中外双方的厨师团队，谢谢他们，也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大众评审，谢谢大家的到来。厨王争霸，一场没有硝烟，只有油烟的比赛，下期我们再见。